哎呀，考教资，哎，读书，第一节教育观材料分析题答题模板，答题模板教育观的材料分析题。素质教育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该老师的做法有没有价值观是值得或不值得学习的？该老师的做法违背或践行了素质教育的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是指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注意一部分人。蔡正，该老师因此违背或者践行了该观点。该老师的做法，违背或践行了促进全学生全面发展，实施教育要实现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做好教育。蔡正老师因此违背或践行了该观点。该老师做法违背或践行了素质教育是以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教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时代特征，本质是为了学生在一块一块中形成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蔡正该老师因此违背或践行了该观点。该老师做法实践违背或实践了素质教育初中的各个学生培养素质教育关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充分学习了无知学习条理。蔡正该老师因此违背或践行了该观点。该老师做法体现了教师角色定位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成为了学生学习被帮助者、促进者，关注了学生基本情感，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该学会尊重学生、赞扬学生，充分还原学生主观性的作用。蔡正光老师因此违背我的观点。第二节学生观材料分析题答题模板该老师实践和践行了以人为本的学习观，值得或者不值得学习。该老师做法践行或违背了学生是人，学生跟成人一样拥有人格和尊严，具备丰富的这个精神世界具有差异性，因此我们要尊重他们。翟阳孟老师因此违背观点。哦，对了，我改分区啊，我是校园学习的，没事了。该老师的做法践行或违背了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是有助于发展过程中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人，学生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材料中孟老师因此践行或者违背了该观点。该老师的做法因此践行或违背了学生是独特的人，每个人都是完整且具有德性的人，他们与成人之间具有明显不同。材料中某老师，我被撕了，撕了他妈某老的！师因此践行或违背了该观点。该老师做法践行或违背了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法律上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权责主体，学生更是学习主体，他们的想法并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材料中某老师因此践行或者违背了该观点。王恩，我昨天尊重学生，或者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发展学生每个的闪光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关爱接纳他们。哎呦，我看个事儿啊，等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编导是不是又得抽风了？他在干嘛？好，他还算好，他正常的，算我就没必要。三、教师观材料分析答题模板，该老师做法践行或违背了教师观，是值得或不值得学习的。从教师教学行为角度，该老师践行了真违背了真值得或不值得学习的。从教师教学行为角度，该老师践行了真违背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尊重赞赏学生，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学生，还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赞赏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尊重赞赏学生，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学生，还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赞赏每一位学生。蔡正老师怎么样？因此为体现或违背了该理念。该老师践行或违背了帮助和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反思自己，寻找学习资源，梳理学习方法。发现学生反思自己，寻找学习资源，梳理学习方法，发现个人和社会价值，发现个人潜能。蔡正该老师因此违背了体现或违背了该理念。该老师践行或者违背了强调反思，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要素。蔡正老师践行或违背，因此违背了该理念。该老师践行或违背了强调合作，在教育过程中，教师除了面向学生之外，还要与周围其他教师发生联系，要与家长进行沟通和配合。蔡正该老师怎么样，因此体现或违背了该理念，此违背或体现该理念。践行或违背了老师是教学的研究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蔡正怎么样？践行或违背了老师是课程资源开发者或建设者，蔡正老师怎么样？因此体现或违背了该理念。老师做法违背践行或违背了教职观是不值得学习的。从教育教学理念，践行正义了从教育者为中心的为学习者体现老师从教会学生知识到变成了教会学生学习。老师重结论轻过程到重理论，同时更重过程。从关注学科到关注到人，从关注要违背了终身学习理念。终身学习是实现自我发展的途径，能够提高教师内在素质，可以提高掌握课高级教学水平。我原来不用写，一般写2条就可以了。教学理念、教学行为法规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招收学生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停止招生更年或1年以上；顶替他人取得入学资格的，停止参加考试，参加考试2年以上5年以下；
允许他人冒用本人身份取得入学资格的，禁止参加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考试组作弊的，禁止参加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组织作弊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违规颁发学位、学历证书的，停止招生资格一年以上或三年以下。学生时间规定，每周就联系是父母留守儿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是每周22时至48时。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看管与责任，应该寻找你，是由各个政府行政部门或者司法部门、执法部门，该部门需要在一个月内进行书面回复。学生伤害事故故意纠纷，如教育学生收到调解申请，需在受理人60日之内完成调解。教育部门将尽在接到申诉30日内作出处理。教师向教育行政部门投入申诉。5年一周期的定期登记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学生及其家长对学生教育惩誉给予的纪律处分不服的，要1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起诉讼。及特殊对学生发生管理混乱，就要应期整顿，如果不行，就要给予行政处罚。学生对学校处理不服，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学生被老师、学校侵犯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诉讼。老师对学校处理不服的，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老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权利的，向同级或者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会检举和控告。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情形严重的，学校向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有关部门进行汇报。属于重大伤亡事故的，教育行政部门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学生伤害处理事故结束，学校将处理事故结果以书面报告的主管教育部门。重大伤亡事故处理结果，学校主管的行政教育行政部门向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报。学生或家长对于申诉结果处理不服的，向学校主管以及复印复读。对于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县级以上行政政府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自行的实施义务教育，设置寄宿学校，设置特殊教育学校，设置专门学校，对学校的恩社要进行检查，加强教师的培训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农村教材由县级以上行政教育部门负责，县级以上的教育部门除特殊情况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有。同级人民政府有何权限？不按照预算拨款教育经费的，政府保障。违规向学校收取费用，就近入学非户籍所在地入学，未成年人有未成年人义务教育经费。第六者，未成年人保护法新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协同工作，省级人民政府也可以根据当权的承担，应当处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或专门指定人，行政人民政府或街道事务办将家庭服务指导服务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发展职业教育，保障残疾未成年人就近在普通学校、幼儿园接受教育，建立和改善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采取措施防止或任何组织造成破坏，对全民进行卫生保健和营养指导，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路线，由政府保护。未成年人应该进行临时监护，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民政部门可以依法将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求设置九户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诉讼活动等进行依法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未成年人提起均诉。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人的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逝者保护人保护令或者撤销监护人资格。网络信息部门和私人所有网络信息事宜，审议人民政府未发现犯罪法，将专门发展教育和专门学校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县级及地方以上的人民政府，他们则应当制定专门的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合理设置专门的学校。教育实践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从教师职业道德分析某某某的行为，专业中的某老师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是不值得学历的。教师职业道德规矩，职业道德要求爱国守法，爱国守法是他的基本要求。好吧，这里没谈，好吧。某老师要求老师教师要求爱岗敬业，教师职业道德要求教师关爱学生，教育职业要求为人师表，教育职业道德要求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是老师的这个天职，教师职业道德要求因为根本本质要求基本要求，为人师教书育人是天职，中学学生是需求，关爱学生是天职。总之，教育是门艺术，教书的行为将关乎此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差不多就是这些题。实际上第一轮的话，就是选择题之外，就是一道题是分析那个教师作用，还有一个题就是要你做这个教师职业道德，然后写篇作文。作文我就不读了，作文没意义。这些就是一些文化题，这些都不能，这些都是些故事了。这些历史知识之后再说吧，不是很重要了。第五章不管了，第五章关我屁事。第五章作文我就不管了，作文该咋爱咋咋地，我就不管了。
来，我来看一下教育知识和能力吧。这个它是难点，这个主要是写的也很大，这我题根本就不会，是考150分，那我记了，我操，这个我根本就不会。教师资格证呢？第二次考啊，150分吗？那我上次考多少分呢？我看一下。哎呀，我看我的分吧啊。哦，原来150分吗？那我之前考的分也太低了。操！啊，报告分满分。哎呀，我报告分差3分，我综合素质和历史学科能力就差3分，就是资格证差了8分。报告分到底什么？难道是根据那个等级分排的吗？哎呀，就差了3分呢。嗯，我还差一点，那看起来不是差很多吗？然后就努力吧。简答题、材料分析题、辨析题，1、3、4，心理学的、德语的，这我完全不懂了，这。哎，不管，看吧。教育的概念，广义，教育一切有目的的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思想观念的活动，包括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狭义的指学校教育，根据教育者根据一定情况下进行一定社会目的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教育一词最早出现著作是孟子《尽心上》，得天下因材而教育之。最早分别解释教和育的是《说文解字》的徐稹。教育的三要素：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及教育内容。教育的属性、本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教育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现象的本特征及教育质的规定性。教育的本质属于表现形式，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动物界没有教育。教育是人类有意识的传递社会经验的活动，教育是以培育人为目的的经济性适应活动。如果影响人生意发展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就不能被称之为教育。历史教育的社会属性，第一，有永恒性，教育与人类始终存在，只要人类存在就有教育。历史性，每个时期的教育特点是不同的。相对独立性，教育拥有自身的规律，同时也受到生产力、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同时，教育对于后者也有一定的能动作用。教育基本功能，教育具有社会功能，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具有过程作用，能够促进个体的发展；教育具有正向功能，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教育具有负向功能，会阻碍或者发展社会更迭；教育具有显性功能，教育也具有隐性功能。教育的起源，神话起源论，教育起源于最古老的观点，即人类上倡导生物起源论，生物源于各类动物本能，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第一个正式提出也有学说的，法国利诺托尔、美国的塞当克和英国的佩西能。心理劳动论，这起于儿童对于成人的无意识模仿及美国的梦露。还有劳动起源论，教育人对劳动，比如米丁斯基和苏联的凯洛夫。交往起源论，教育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不是生产活动，及叶兰，中国的叶兰。生物神话起源论，生物起源论、心理起源论、劳动起源论。教育的发展脉络这个就不用管。古代教育特征这个就没有。教育的全民化、教育的民主化、教育多元化、教育的技术的现代化以后教育的终身化。全民化、民主化、终身化、现代化还有多元化。教育的产生及其发展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个人教育、脱离生产、不奋不起、不起不发、又奋引导。选择题我就不管了。学记世界上最早以中国最早论述教师问题论作证，是战国末期的乐正克。化民成俗，其必有学，建国居民，教学为先，政治与教育。道而弗迁，强而弗抑，开则而复达，启发性原则。学而不踏等，不临节而失，循序渐进原则。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习相长原则。教者也，长者而就其师者也，长善就师原则。孔子是第一个发出启人教学的，学究中注意区分。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又称苏格拉底法和宅男术，它是最早的启发式教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欲学习与学习的最早提倡者，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遵循自然自由教育，然后是百科全书的哲学家这个好像没用啊。昆体良雄变数原理论野兽家的培养，论野兽家的教育，最早教育就有教育学是独立形态，培根首次把教育学提出作为一名独立的学科，提倡精英化教学。宽门纽斯被誉为教育学之父，大教育论标为了教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近代第一本教育作《泛制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男女都应该进行教，班级授课制。卢梭的《阿米亚》提倡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最早发现了儿童。康德最早在大学里讲育教授学。斐斯泰洛奇教育学教育的心理学化，第一位将教育生产活动向节约和付出时间劳动家。教育漫画、白板书、深度教育。赫尔巴特，教育是教授原则。赫尔巴特是现代教育学之父，宽门纽斯是教育育学之父。理论伦理学、心理学、旧中三中心论、课堂教材、教师中心。四阶段论教学，普通教育学标志着教育学作为一门规范的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也是第一本现代教育学著作。教育学发展多样化节点，斯宾塞
教育论主张于教育生预备生活中，反对行政教育，重于实格教育。凯洛夫教育学史上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著作，著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提出三中心：儿童经验活动中心、教育目的论、从做中学、教育及生活生长经验、学校及社会。马卡连科从事流浪犯罪儿童教育、中共产主义教育、平行教育原则。杨江贤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这字打错了主义指导的，他这个字打错了为主导的教育学著作。教学理化深化阶段，布鲁姆掌握教育原论、教育目标学的分类、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大引力。布鲁纳教育过程、结构主义教学原理，倡导发现学习。赞可夫教学与发展、发展性教学原理、五条教学原则。瓦根施因范例教学原理、范例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全面和谐发展给教师100题建议，被称为活的教育学、活的生产版贡献书。巴班斯基教育过程最优化、教育过程的最优化理论，是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教会与生产力相关作用。第一，生产力对于教育的制约作用，生产力制约着教育的速度和规模，生产力制约着教育结构和人才规格的培养，生产力制约着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与组织形式的变革。教育生产力的作用，教育生产，教育再生产劳动力，教育再生产科学知识。我看这途径就是学校教育。第二，政治经济以上的关系。政治经济决定制度决定了教育的性质，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教育的领导权，政治经济教育决定了教师决定受教育权，政治经济制约着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经济制定决定教育管理体制，教育对政治经济上的关键作用，政治教育为政治经济体制制度发展出所需要人才，教育可以促进民主，教育是一种深刻影响到政治经济制度的舆论力量。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文化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取向，文化影响了教育目的的建立，文化影响了教育内容的选择，文化影响了教育方法的使用，教育对文化内容传递保存文化的功能，传播交流文化的功能，选择提升文化的功能，更新创造文化的功能。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升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文化的核心，学校信息文化、观念文化。第四节，教育与人的发展。人的身心发展一般规律，人的一生发展规律具有顺序性，由低级高级量变到质变论，由低高高循序论，阶段性，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特征、不同矛盾，要有针对性，不能一刀切。不平衡性，个体身心发展速度不平衡，抓住最佳期、关键期。互补性，身体与身体的互补，身体与心理的互补，扬长避短，长善救失。个别差异性，成立兴趣小组，供学生自主选题，差异性，因材施教。整体性，一般不可整体性，把学生要看作一个复杂整体。阶段性，那么就未进行心理断乳期，互补强，甚至休息厘米，影响人发展理论的教育理论，内发论，孟子的性善论，根萨尔的成熟势力论，威尔逊的基因复制，弗洛伊德霍尔的复演说，高尔顿的遗传论，优生学，外铄论，荀子的善恶论，洛克的白板说，华生的婴儿论，斯金纳多因素互相作用，个体遗传与外部遗传方平约，影响人发展主要因素。第一个，遗传，生理前提、物质前提，制约人的身心发展水平及其阶段。环境是现实基础，为个体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决定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发展内在潜力。教育主观作用，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遗传的意义，遗传因素质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生理前提，使人的发展成为可能。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对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制约着人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遗传素质具有可塑性。二三，学校教育在人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育人的活动，它规定了人的身的发展方向。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受文训的教师来组成的，相对而言起实验效果较好。学校教育能有效的控制和协调学生的发展，学校教育给人的影响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刻。学校教育对个体发展特殊功能，学校教育在人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表现。学校教育按照社会对个体的基本要求，对个体发展的方向进行社会性规范。学校教育具有加速个体发展的特殊功能。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对个体发展具有及时和延时的价值。学校教育具有巨多开发个体特殊才能及发展个性的功能。对于教育的目的，这三个层次。国家教育的目的，国家教育目的是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培育的主要依据。学校培养目标，教育目的与培训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教师教学目的，教学目标与教师目的、培养目标之间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教育作用，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评价作用，确立我国教育目的的依据，受特定的政治、
政治特特定特定的政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教育目的制定者的思想战略与价值观。我国确定教育目的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教育目的理论，第一个社会本位论，培养合格公民和社会成员。代表人物荀子、柏拉图、莫干干。个人本位论，培养自然人、犯人的个性。孟子、卢梭、罗斯杰等。生活本位论，教育是为未来的完美生活而做准备的。斯宾塞的预备教育学说。教育目的论，代表人杜威。宗教本位论，把人培养成宗教人士。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是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实施和培植德人、德美劳等方面全国社会主义接班人及接班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能量论，发展发展人的全新途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人的片面发展是由教育的就会社会分工所引起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与社会关系。德育是作用，是灵魂统帅作用，为其他方面保持方向性提升。智育是德智体美劳，智育是前提和支持作用，为其他作用提出资本知识、知识和能力基础。体育是物质精神，是一些人的活动基础。美育是动力作用，协调各方面的发展。劳动技术教育是综合德智体美劳的实践基础。下面学院教育特点。教育性和基础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学校教育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体育课或者学校外的根本任务，增强学生体质。全面发展不代表平均发展，整体课程要因材施教。美育的内涵及义务，美育的教育包括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是用艺术美、自然美和生活社会生活美培育生人正常的审美观，以及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能力的教育。美育的主要任务包括培育生人正确的审美观，使他们具有感知美、理解美和鉴赏美的认知识和能力。培育学生艺术活动技能，发展艺术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美好情操和文明习惯能力。第六级教育制度，广义国民教育理论。广义是国民教育，狭义是学校就是一种及学制，一个国家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一个总体系。影响教育制度，影响水平，建立学制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学生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本国学制历史发展和外国学制的影响。现代学生类型较出欧洲，双轨学制，一轨是为自然阶级，二轨是为劳动阶级子女。单轨学制是指人在生长同样学生从小学到各轨学校之间的相互衔接。第三个是这么中的分支型学制。我国现代学制的发展，一个是任意学制，我国颁布第一个学制但并未实行，第一个叫2004年入正规应学制，我国实行的第一个现代学校了。任子魁首学制，第一次规定男女同校。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是1922年的6-6-3学制，以美国为单轨制的新蕾蓝本。我当前学制是单轨制发展而来的分支型学制，分支型学制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层次。我国中共教育法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确立，我国义务教育与各种形式共存。世上最早规范的是社会，第二个生子生就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我国的资本主义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我国的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义务教育特点：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基础性和公共性。观察法观察法广泛使用，进行了调查法、访谈或问卷历史法、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实验控制法、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哇，这才第一章，我操这才第一章，你妈的。第二章中学课程，课程应将始作于英国斯宾塞。什么价值最有价值？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唐朝，维护神据君子兼之，乃以法治。美国1918年的伯比特，教育史上第一本程序理论性著作。分割课程是一种单学科的组织内容，综合课程是综合组织两门学科以上而构成的一门学科，如自然、地理学、科学、政治和历史学科课程，在不同知识领域选择一内容组织为学科的基础。活动课程从儿童的兴趣和需求出发，以活动为中心的课程。必修课程，学校必须学习的公共课，选修课与选修课具有等价性，不存在组织关系。选修课程，培养学生自己兴趣爱好的过程，允许个人选择的课程。国家课程，由国家制定的课程。地方课程，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校本课程，开发主体是教师，由教育局课程。选修课程，学校课程，隐性教育，学风、学校和师生关系。主任特威，杜威。以儿童兴趣的兴趣开发式的科学课程，以儿童心理发展顺序为中心标准的课程，主张儿童在活动中探索，尝试错误学的方法。四、课程理论，学科中心课程论，以学科为中心，包括斯宾塞、赫尔巴特、布鲁纳，以及活动中心理论课程，以儿童行为中心，代表人杜威、科珀区，以及社会中心理论是布拉梅尔德。学科中心的主要特点，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倡导发展学习，布鲁纳。要素主义课程理论，重视知识的传授，巴拉格莱。永恒主义课程理论，永恒学科是教育中心，赫辛斯。第二节教育的课程预报内容，教育目标确认，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对学科的研究。三维课程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目标，情绪价值与价值观目标。
间接经验及理论化系统化的书本知识是对课程内容的直接来源，直接经验，学生通过自身实践获得知识是对课程内容的一种补充。课程内容组织形式，直线式和螺旋式，纵向组织与横向组织，逻辑顺序与心理顺序，直线内容直线前进，前面安排的内容在后面不会出现，前不会在后出现后。螺旋式，前面呈现内容是对后面的内容基础，前是后的基础。纵向组织，按知识按照逻辑排序，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横向组织，按照学生发展进展社会组织组织课程。文物课程内容三种文本形式表现形式：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程教科书。含义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有关于教育和学生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作用：组织教育和组织学教学工作重要依据，衡量学校和工作和治疗的基本依据。课程核心，课程计划是核心与首要问题，开设哪些学科，科目设置。课程标准是国家根据课程整体纲要的评定学科以及内容实行评价内容的指导性文件。课程教育是教材编写教师编写的直接性依据。课程标准是考试命题的依据。课程标准是衡量各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课程标准的核心，课程目标，教育含义是学生和老师进行教学活动材料，包括教科书、讲义、参考书等。作用，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核心，教科书和讲义。教科书编写方式，螺旋式教书结构，直线式教书结构。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按照不同学科的特点体现科学性和思想性，强调内容的基础性，体现教材的普适性。教科书编写考过我社会发展现状，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符合卫生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要求，要做知识内的内在逻辑与教育法的统一。课程设计开发，影响课程发展主要因素，知识而社会知识儿童。课程开发的模式，过程模式，泰勒原理及四元论，确定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评价结果。过程模式，斯滕豪斯，课程注意的是开发是过程而不是目的。第三，课程实际评价，课程评价三种模式，目标评价模式，泰勒当代评价课程变数，观众预期目标，目的游历评价模式，评价重点是课程预计模转变为课程让实际的结果。 CIPP 模式，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第五节，基础教育的改革，经课程改变的具体目标，实现课程工程转变，课程内结构的均衡性、结构性和选择性，选择课程内容与生活与时代联系，实现三级国家地方与学校的地方管理制度，改善国家的学习关系，建立素质教育联系统一的评价与考试制度。新改革地方的课程要求，对于课程调整及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小学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高中以分科教育为主，小学至高中设立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自修课程。综合实践中结合实践活动内容包括只结合实践活动内容与学科课程并列设置，国家并列包括研究与学习、社会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技术教育、信息技术教育、高中一年级、高中和三年级必修课程。新课程改进的学生观、教师观和教师观的变革，学习改革的转化，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第二个，中学教学，在教育目的规范下，由教师和学生中统一组成的社会活动。我们也算今天到这吧，今天这个内容太长了，今天到这吧。